好，你一出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千杯經典英雄戰士啊，出邊有老班精神啦，咁啊最出位置仲有一隻超音速啊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五位埋邊位置咧就是、電聲強將啊，包咗落尾嘅馬暫時係旋風傳奇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啊，千杯經典就大嘅，中間藍晚走咧就老班精神啊，響出邊係超音速啊，英雄戰士第四，英雄戰歌又內欄第五啊，再後邊一對電腦啊，電腦豪傑啦六三嘅，中檔嘅電腦十號啊，走入邊喎，白帽黃色就係遙遙領先啦，外面冲啊，有还看今朝龙城强将嗰啲马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前面千杯经典放顺咗，老班精神外面追紧佢，再后边嘅马有遥遥领先上紧，出边上嚟仲有一只还看今朝啊，最后百零米，千杯经典仲有一个马位优势，老班精神第二位遥遥领先，就外面上紧嚟，第四位还看今朝接近终点，千杯经典咁啊到唔到咧？外面追上嚟，遥遥领先啊，第二、第三名咧，老班精神，第四名系还看今朝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其實都係主動型嘅馬咧，就較為有利。千杯經典擺咗喺前面走咧，就放到啦。遙遙領先初出咁被動，都跑第二啊！老班精神第三、第四名係還看今朝，擺咗前面走就得啦，呢只。